is a house built out of stone. Wooden floors, walls, and windowsills. Tables and chairs warmed by all of the dust. This is a place where I don't feel. This is a place where I feel at home. 今天8月19，对别人来说是普通的一个日子了，对我们来讲是也很有一个意义的日子。我们在一起12周年了，4380天，你掐到都没有用，你也是被我抓到了。我是你的初恋，没有错，跟你陪你12年了，你也陪我12年，我们也习惯了有你跟我的生活。我希望做你最后一个男朋友，现在因为你还没有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哪里吗？他拖在哪里？百盛对面吃鸡饭。虽然每次吵架，可是最后我都会跟你讲对不起，不要哭了，我讲不要哭了，对不对？你喜欢的东西，我都会尽力去满足你，我不会吝啬的对你。你要什么，我都会买给你。你要怎样，我都 OK。不过说到我对我自己是很吝啬的，你对我吝啬，我也没家了。再多的甜言蜜语也没有说到，再多都没用啊！那个骗小女孩的，你已经长大了。再说再多，写剩下的3个字来对我对你的表达，就是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请你做我的太太，不太太。还有老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For me.